大家好，我是范先生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漂亮的花球，厚纸做的更结实，但是不透光。小的是用12个部件组成的，大的用30个部件组成。下面我们开始吧。我这用的是6×6的折纸，先对折。两边再向中间折。把右下角向这第一条折痕折，底边再上折，把左下角向上面的折痕折，旋转90度，左下角上折，再旋转90度，底边上折，左下角沿着这条斜边上折。把刚才折的这个角塞到这个夹层下面，这个角沿着对角线上折，另一边同样的要上折，翻一面，把下面这个角上折对齐，再对折一次，这样一个部件就做完了。先开始组12个部件的吧，插到这个夹层，再把第一个插到第三个的夹层，这样三个就组成一个三棱锥。下的就按三个一组，三个一组。那我们开始组30个的。同样的，先把三个组成一个三棱锥，再按顺序插上三个，这样组出来就是一个五个棱角的，剩下的就按三个一组组成三棱锥，一直往下组。如果要放灯，可以打开两个，把灯放进去后再给插上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，喜欢的收藏、转发、关注。